杨晨，你什么时候还认识董事长啊？这应该是我之前不小心认识的。老公，没想到你还有这层关系在呢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们明天继续领证好不好呀？好啊，那你把我的鞋舔干净，等我开心了就给你领证。杨晨，你耍我！耍的就是你这个贱人。董事长亲自先见你，见的是什么好事？说不定是你这个废物业绩太差的消息传到了董事长耳朵里，要杀鸡儆猴呢。就是啊，仔细想想，就他这个穷鬼样，怎么可能认识董事长呀？苏远，别听这王八蛋的，我们走。就你说话的份儿，给老子滚去扫厕所！谁要让谁扫厕所呀？啊，姐夫，您怎么来了？有啥事？你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。不是跟你说过要叫胡经理？对了，你们这里有个叫杨晨。哎，对，他就是那个业绩差的要死的杨晨。您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而且啊，这个废物已经被公司辞退了，还回来闹事，简直没有把公司放在眼里嘛。对呀，我现在就让他滚去扫厕所。来，你叫杨晨。